呢啲都唔係咩新奇嘢啊！嗱，呢啲門櫃啊，而家全部都係油壓減速嘅，即係呢個入邊有埋個釘扒嘅，見唔見？啊，一揈埋去啦，好大力先會撞到有聲啊！呢啲就係油壓釘扒。以前咧仲要加多支嘢啊，加多嚿嘢啊咁啊，而家唔使啊。將嗰個油壓部分咧合成咗入邊，嗱呢啲都係最近我幫嗰個客裝嗰個廁所櫃啊，嗰個都係啊，嗱呢個櫃桶啊，拉佢，大力拱埋佢，大力拱埋佢啊 ，Yeah, very good.佢呢個裝工咧，一隻櫃咧$119，即係咁樣嗱，呢一嚿咁為止一嚿一隻櫃，咁又要揾翻個機度塞收螺絲落去，同埋攝翻準佢。如果喺美國咧，就點樣計咧？嗱，佢就上下櫃都夾埋啦，呢個1000，每12寸就收唔係1000100。$100，$200，$300，$400，$500，$600，$700，$800，$900，$1000，$1001，$1002，$1003，$1004，$1005，$1006，$1700，即係如果係美國啊，你揾個師傅嚟裝呢套櫃$1700，咁啊台面又另外揾人裝喎，擺台面，擺台面啦，擺個升啦，博水喉啦，全部係另外收費，唔係不另，唔係 include 噶，係加佢。啊，呢個好爽喎，呢個，呢個好爽喎，啊呢個哇！呢個咁大個升幾抵喎，$249啫喎，哇！好開揚啊！我頂呢度咧有個垃圾兜啊，呢度又唔係間隔，裝埋咗咁嘅間隔，個人各種牌子。而家咧 ，Warner 全面減價喎，10% less 喎，呢啲刺激消費啊！